我即示范俾大家睇。好啦，咁咧就跟住咧，马太四章十七节嗰度就耶稣呼召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。咁呢度咧，其实呢度亦都有神嗰个属性系乜嘢咧？神知道边个人系佢会将会认嘅，佢行埋佢就叫佢噶，但佢唔系个个都呼召喎，好明显佢就呼召十二个啫。咁神知道佢有呢个属性，佢有呢个权能，佢有恩典，佢能够呼召人。啊，今日佢呼召任何嘅基督徒都俾神使用，唔系个个都做传道人，不过个个都可以去做传神嘅。咁神知道我哋嘅生命，神亦都俾我有呢个权柄同埋恩典，让我哋能够俾神使用。呢个就系佢嘅恩典啦，同埋神嘅能力啦。神知道边个适合做嘅门徒嘅。好，马太四章廿二节啦。咁耶稣咧走遍加利利会堂，全天国嘅福音同埋医病赶鬼四处嘅人都嚟跟住佢啦。咁呢度咧就系俾我哋睇到神嗰个属性咧，就系佢系全能嘅，佢有权能，佢胜过魔鬼，胜过疾病。在神里面是可以完全没有疾病。如果大家上网看 YouTube， 有些人即是很多有些见证很非常之严重的伤害在身体上。即有些人甚至开枪打自己自杀死。跟着去到天堂，耶稣叫他回来医好他。有些就其中有一个有个人飞机师，个飞机咧飞到一个高度，但系呢个飞机唔继续去到啊，都有个即系都有相当嘅高度，一跌落嚟，其他几个人都死晒，但系呢一个人就冇死，咁啊神系医治佢，呢啲都系一啲好奇妙嘅神可以医治嘅能力。所以神嘅里面咧就系有充满嘅生命力，能够医治人，能够赐俾我哋能力，我哋都可以领受呢个神赐俾我哋嘅恩赐同埋能力去医病赶鬼，有信心嘅就神会使用嘅。我都讲一讲咧，我自己咧喺宣教上特别睇到神嗰个大能。喺香港可能啲人即系嗰个需要程度唔系咁强啦，或者佢自己都可以揾医生啦，同埋咧又比较唔想咁淤啊。我试过去有啲地方咧，成地都系能力，嗰啲人咧喺圣灵嘅能力之下倒喺地上咧，佢嚟嗰度一啲都唔介意喎，喺度碌来碌去，完全冇介意啊！但喺香港咧，实唔掂啊！如果个地下系泥嘅，一定冇人会瞓喺个地下度。但系我真系见过系，佢哋就喺个泥嗰度一路碌来碌去，喺神嘅里面咧就好开心，即系佢俾神改变嘅时候，个里面会充满喜乐，充满喜乐，充满神嘅能力，神就系咁美善嘅。咁多人明白呢样嘢，虽然我哋同事可以话我唔知道边个得医治，但我话俾人听，神系好有能力。你肯听话咧，神就会祝福你嘅生命咧，你一定有足够嘅健康去侍奉神，去做到神吩咐你嘅事。OK， 好啦，登山宝训，嗱你留意里面咧充满英语，每一句都有英语嘅。虚心嘅人有福了。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这个就是英语咯。当我们虚心的时候，天国就是我们的，我们就可以成为天国的儿女。嗱，呢句说话我们就咁睇，可能睇完咧就觉得有深刻印象，但系可以咁谂喎。有时咧，我们想加强一个信息，揾佢嘅相反。相反系咩咧？天国唔去天国喺边度咧？地狱，魔鬼嘅国度。其实本来我哋个个都应该系去魔鬼嘅国度，本来。都是在魔鬼的掌权之下，但神现在救了我们，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，并且有天国一切的福气，有天国的产业，永恒的赏赐，是真的好到不得了的。所以呢，哇，虚心真的有福，因为虚心的人呢，就天国就是他们的。当你这样明白这件事的时候，你就说骄傲的人跌倒得更加大，他越夸耀，因为人根本没有能力，自己都有罪，都救不到自己，有什么好夸耀呢？但是神来到救我们，一个好神自己很谦虚，所以当我们谦虚领受的时候，神都很欢喜，他就将这个这么大的福气赐给我们。
我其實我係刻意好似用講道嘅方式，咁嗰個目的係乜嘢咧？俾大家睇到，原來任何經文當你發掘神嘅本性，你就會睇好美善嘅，亦都人你會覺得好歡喜嘅。啊，好多人解經佢未必會睇到呢樣嘢，佢主要就講到你要虛心啦，點樣虛心啦，千祈唔好唔虛心啦，即係就少講到嗰個天國裏面嗰種恩典。嗱，哀恸嘅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安慰。咁呢個哀恸咧，我哋都要明白佢嘅意思嘅，因為唔係話，因為呢個社會而家好多憂傷嘅人，好多低層嘅人。咁啊，聖經神嘅意思就唔係話嗰啲憂鬱嘅人有福了，即係唔係話你哋憂鬱真係有福了。呢個應該係指到一個人咧，係佢會悔改，為佢自己嘅狀況悔改，去求主幫助佢，佢知道佢自己冇。佢需要依靠神嘅，就唔係話啲人咧係習慣性憂鬱，因為哀恸為到佢嘅罪，為到佢嘅軟弱而哀恸係有福嘅，因為佢必得安慰。咁呢度有咩屬性咧？神就一個安慰嘅神。嗱，我哋同一啲人一齊咧，好明顯有分別嘅。有啲人一齊咧，我哋覺得有壓力，我哋覺得咧。很多要求很多批判，有些人一起我們覺得好一點，但是他會稱讚我們，但是人本身沒有這個能力能夠將一種安慰放在我們的心裡，但是神就有這件事，他真的呢，我們親近神整個心得安慰，這個神的本質，即譬如人不可以將一些喜樂湧入你的心裡，但我自己真的经历过神的喜乐涌入我心，我试过神的爱涌入我心里，圣经讲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，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到神的爱啊喜乐，他可以真的来到我们的心中人，那神呢就是可以呢将安慰，有个人很忧伤，当他倚靠神，神啊我需要你给我得到安慰，他真的可以得到安慰，因为神是一个安慰的，他是会他看到我们的软弱，他不会介意，他不会拒绝，他是会想祝福的。好了，温柔的人有福利，因为他们必成就地土。那温柔呢就不是代表好像、即有些人经常想，温柔呢就是一个很性感的女性，拉住个男人揽住他，那就叫温柔。即是这个是有些普通人的定义。温柔的意思是指到这个人的心里面是好柔和，好體貼人，體恤人，能夠用溫和的方法去表達，不是催迫人，不是強迫人，不是壓迫人。當我有溫柔的心，對人呢總是接納，有恩典的，就有福，因為必承受地土。咁啊，呢個承受地土咩意思呢？可以兩個意思嘅，一個意思咧就係、是。他可以有錢買地，第二個意思呢，他可以承受這個世界的地圖，就是說這個世界屬於他，他可以影響這個世界。那到底哪一個是呢？其實呢是沒有限制的，因為聖經說了，星球神的國同會與一切家庭和平，当一个人听神话的时候，他未必有钱买地，但是 他有居住的地方。但是是不是有居住的地方我们就满意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承受地土不单止是有地方住，而是讲到他这个地方他有他的主权，这个地土是属于他的，他可以在地土发挥生命。在以赛书有句说话讲的，以耶和华为乐，神就将你心啊，就叫你成架在地的高处，成架在地的高处，即是叫我成为尊贵。诗篇九十一篇最后嗰度亦都有几节咧，又讲到咧，就话咧，因为佢专心爱我，我就要叫佢尊贵，我要叫他系放佢喺高处。咁所以呢度亦都应该系咁嘅意思啊，就系我哋有呢个承受呢个世界嘅主权嘅嗰个权柄。其实我们个人都有的，我们影响到人，祝福到人呢，是有永恒的赏赐的。其实这件事真的很抵的。
如果我哋全部帮一个人信咗耶稣，佢帮佢成长啦，系永远嘅赏赐。神系好喜悦，永远嘅赏赐，即系喺天堂每一秒都有呢一样嘅行为嘅赏赐，系永永远远嘅。咁所以咧，当我哋谂到啊温柔嘅人，我哋就能够成就地府有呢个 dominion 啦，呢个领域，我哋有呢个主权，可以喺呢个世界上行使呢个主权，影响到人。好感谢神啊，俾我开始呢个福音宣教事工啦，能够去宣教啦，同埋去帮助而家非洲地方买嗰啲器材，可以俾我嘅训练，同埋我要去做功课先嘅。我发觉佢哋好难写呢个恩典推动，恩典推动好难，但我都系咁继续真咁帮佢哋，希望佢哋用恩典推动，唔系用法推动，系同埋好多方面我都训练佢哋嘅喺侍奉里面。咁呢个咧就系承受地土啦，因为我能够发挥我嘅生命。你有兴趣，我都愿意帮助你，能够你嘅生命发挥，非常大大使用，可以一步步提升嘅。咁就系承受地土啦。好，我哋下面嗰度啦。饥渴慕义嘅人有福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呢个又系应许啦，每一句都有应许嘅。咁啊，饱足，咁啊，系唔系即系净系食饱嘢咧？咁当然我哋明白，饥渴慕义，佢很想得到神嘅义，佢一定会得到嘅。佢并且整个生命饱足啊，系满足嘅，有满足嘅喜乐喺佢里面，有满足嘅喜乐。有几多人有满足嘅喜乐咧？有好多人，佢哋有好多钱啊，但系佢哋唔系好满足喎。其实首先系我哋嘅信心啊。其实有啲人侍奉都帮好多人信主，不过佢都唔系好满足嘅。点解唔满足咧？佢话我要多啲，因为呢样嘢冇错嘅，佢想救多啲人，我想教会多啲人，冇错。不过咧，佢冇因为佢已经做嘅而饱足。其实我哋饱足唔系一定要做到咧好大好大啲饱足喎。我都帮过呢个人成长，咁嘅神啊，神啊欢喜啦！我真系咧祝福到人，我生命已经提升啦。对于任何嘢，我能够鼓励一个人喺开早嘅时候，我鼓励佢，佢得到安慰，我又可以饱足喎。嗱咁嘅时候咧，呢、这个就系深信神必定赏赐，无论几少嘅事做在主嘅弟兄身上，任何嘅我哋按照神嘅方法做，神都喜悦，咁我咪可以饱足咯。咁就会饱足。咁耶稣会呃就容易，但只系轻财。但如果成日都话，唉，我要做多啲，我要做多啲，我要带几多人信耶稣，我而家带得太少啦，咁咧就会好大压力，就变咗将个责任放喺我身上，但系喺神嘅身上，喺我哋身上。呢一点好特别啊，其实我真系咧，希望大家一路活在基督徒，活出基督徒嘅生命都系好足嘅。连失嘅人有福利，因为他们都唔连失。我哋个个人都有我困难嘅时候，个个人都有，我自己都有个经济困难嘅时候，我自己都有试过俾批判啊、攻击啊嘅时候，人都有。咁咧，神连失咧真系好好嘅，人连失咧，人道德有限。不过神连率咧系好，因为神知道最好嘅一样。因为我曾经侍奉咧，俾人批判啦，变咗嗰阵时好大压力。我未做牧师咧，好轻松喎，即系我全部好开心，我喺教会笑好开心。但系做咗牧师咧，好大压力。点解咧？因为有同工嘅要求，同埋批判，好大压力。不过呢个过程咧，我就学习咗嚟掹耶稣。成日都習慣喺嗰陣時開始，耶穌啊，求你開恩，可以求你幫助我啦，多謝天父。嗰陣時我未識得咁多讚美，我就呼求神幫助。咁神一路幫助我咧，後來我又經歷聖靈充滿啦，我學到點樣，學到點樣有喜樂。而家好緊要，忠心得勝，學到乜嘢？神教我嘅，學到知道神喜悅任何我哋做得合乎神心意嘅，任何一樣小事神都中意。呢個其實一個好基本嘅道理，我哋大家都可以明白。但呢个道理咧，系叫我得释放，因为
有童工就覺得我未夠做得夠大，未夠做得夠好，咁就有壓力，並且係背後批判嗰啲説話，又傳得俾我就好大壓力。但後來有一句經文俾我好大安慰，就係哥林多前書四章二節，哥林多前書四章二節，所求於管家的事要他有忠心，即係求於管家就有忠心，佢忠心咧，神就喜悅啦。所求於管家唔係要佢樣樣都做得成功啊，佢忠心佢盡力做好，神就喜悅。咁我咧就真係我就開始話，其實我都好努力。我唔係話我完全嘅忠心，我起碼都好努力啊，即係都盡力去忠心啦。所以神喜悅，所以我唔使覺得自己未夠好啊，唔使成日數算嗰啲唔好嘅地方，我可以咧好感激神。神啊，我有機會為你做嘅，神你會幫我，咁神就醫治我，一路醫治我，讓我嘅心越嚟越鬆。即係呢一個教導，我希望大家會。好松散，一杯凉水都会得上天，何况我哋做更多嘅嘢，就更加喜悦，咁我哋就会得完失，个人就会平安天下。OK，大家咁睇系咪？我希望大家明白一样嘢，就原来我哋越发掘神嘅本性同埋嘅恩典咧，我哋就越轻松同喜乐，就越冇压力嘅。而事实上，我哋发现好多人都系俾人压力，咁所以呢样嘢我哋可以调教你。轻心嘅人有福气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呢、这個見當然唔一定話喺異象見到啦，而係我哋可以喺靈裏面見到，我哋可以同神有密切關係啦。我自己咧就冇見過異象，不過咧我收咗好多教導，呢個每個人特色唔同嘅，我收好多教導嘅。有時有啲教導都係喺即時一講嗰陣時即刻出現嘅，譬如頭先我講個飽足，我哋唔使一定為到將來有幾多事情。我係今日有嘅已經做咗，我可以飽足，係我噉一聲收到嘅。咁呢個都係我哋可以同神關係好嘅時候，我哋要時收到，我哋就變神，即係話我哋領受到神俾你善，神俾你好。咁啊，得閒咧就諗到經文，就去諗下神嘅本身、本性同埋佢嘅恩典，我哋就越感激神，就越能夠活出神嘅美善。咁對見神係非常美好嘅，清心就話一個心裏面冇咁多。雜念啊，唔好成日掛住手機啊，所以我手機全部熄曬聲音嘅，除咗電話啦，咁啊，同埋即係我都叫啲人，有啲人咧就成日都傳訊息我話，請你唔好傳俾我啦，因為我想安靜啲，即係我哋嘅心唔好咁多煩擾，唔好咁多掛慮，就係安靜喺神嘅面前咧，就要得到公平生命。好啦，使人和睦嘅人有福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嘅兒子。如果有個人係李嘉誠嘅仔咧，我相信好多女仔都學佢啦，好多女仔都會中意啊李嘉誠嘅仔喎。但我哋而家係神嘅兒子，神嘅兒女，我哋有一個好尊貴嘅身份，係。但呢個尊貴身份唔係好多人感受啊，因為好多人都覺得自己係孤兒，係好凄涼嘅。當我要發掘呢個兒子嗰個豐盛咧，我哋各方面去。兒子嘅相反啊，相反嘅方向，孤兒。兒子嘅相反係孤兒。孤兒有幾慘咧？冇人關心佢啦，冇人認同佢，冇人幫助佢，冇人接納佢。佢係要乜嘢都靠自己。但我哋係神嘅兒子啦，神接納我哋，神提升我哋，神喜悅我哋。我哋做咩嘢，神都歡喜。我哋可以攣下神，可以親近神，可以同佢咧有個好親密嘅關係。同埋咧承受產業喎，係永遠嘅產業喎。承受永遠無限嘅福氣，咁我哋咁諗嘅時候咧，係可以越諗越多嘅。好啦，跟住最後第十同埋十一節咧，我呢度就係寫咗十一節出嚟，為受逼迫嘅人有福氣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咁呢度講到就係受逼迫啦，好多人就好怕逼迫嘅。其中咧，如果大家睇馬太福音廿四章，你留意睇，開頭講到咩咧？民要攻打民國，要攻打國，多處都有饑荒地震，好多災難。跟住下一句係咩咧？那時你們要被萬民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，並要殺害你們。你們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。那時都有許多人跌倒，並且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惡。呢度冇寫出嚟，
喺马太福音24章，大家会睇到喺嗰啲普遍嘅灾难之后，下一点就系复活，同埋好多人跌倒。好多基督徒一谂到大灾难咧，就好惊嘅。咁我写个文件咧，我写埋好多原因，点解？因为在大灾难的时候，那些人要有东西吃，要拜寿受受印记嘛。那如果基督徒拜寿和受印记，圣经就说他们的份就在硫磺的火湖，就不得救的，所以我们不可以受这个受印记。好了，那基督徒哪有得吃呢？没得吃很快死的。有些人说储粮，那你储粮储到多久呢？另一样一定储不到就是水，你储不到多少水的。所以呢，根本呢啲唔係解決方法，解決方法一定係神嘅恩典。聖經話：我所做嘅事，你都要做，並非要做俾一定大嘅事。即係神能夠，耶穌能夠叫五餅二餵狗五千人，神都可以用神蹟奇事經營嘅。我哋見到摩西上西奈山，佢上西奈山40個人唔使食嘅，唔使食唔使飲喎，神可以供應。咁所以咧，我自己對於大災難咧係有啲期望。我希望快啲到，其實我希望快大災難快到。我點解會覺得大災難快到呢？因為我而家覺得有啲國家而家好犀利，佢哋係唔准信耶穌，唔准傳福音，唔准網上傳人。啊，並且咧有啲人捉咗又坐監啊、殺啊，變咗佢哋下一代根本係冇機會傳福音。我自己就有個感覺，我覺得大災難快要開始，因為如果呢個時間再加長加長，係會有好多人冇聽過福音，因為禁止啊，有啲國家係禁止啊。咁所以我嘅心裏面，因為我神個心都係以神嘅事為念，我就神啊，呢個時候真係可能即係大災難快要開始。但係大災難開始需要乜嘢？基督徒需要知道要倚靠神啊，即係我哋唔係靠儲存嘅食物。有啲人真係叫人去儲存食物，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。有啲真係叫佢儲存，有啲人真係去買喎。其實好傻啊！你儲到幾多食物，儲到幾多水咧？你咁我就覺得係需要建立更多基督徒靈命強盛，倚靠神。喺嗰陣時禱告咧，神會有方法，一定會話俾我聽點樣方法唔使食唔使飲，或者係點樣供應我哋嘅需要。好似以利亞咁啊，三年。其实这个是不是有个预表的作用呢？是不是这个就是大灾难的时候基督的时间三年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呢？那这个就是神所即是为我们预备的时间，神一定会供应。所以我自己呢是有希望大灾难快开始，以致不要那么多人没机会听到福音，同埋基督徒会更大复兴。为什么会更大复兴呢？因为那时基督徒只能在一样依靠神，依靠神，唔能够依靠银行户口。而家可以依靠银行户口，依靠我哋所有嘅一切，但系到时咧，只能够依靠神。咁所以我觉得嗰阵时咧，啲人依靠神咧，就真系嗰啲唔受印记嗰啲咧，就会好大嘅福气。因为人就系咁嘅，好多时咧顺境咧又唔识得依靠神，到困难咧冇得食啦。又不可以受受印記，那時候他就只能夠全面性依靠神，那時候全面性更新。所以我就看到大災難的目的，用基督徒能夠更加靠神，能夠找更加得勝。而聖經有講到，啟示錄講到得勝是什麼呢？他們的得勝是靠羔羊的血和所見證的道，就是說在那時候我們更加會見到神的作為，還有呢，我們為耶穌受的逼迫无论有几多几少，神都赏赐嘅。咁呢个就系呢个经文所讲嘅，就系话咧受逼迫嘅人嘅福音系天国嘅福音嚟嘅。我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以前嘅先知都系咁样受逼迫，神咧系会大大嘅赏赐。咁所以我都希望大家祈祷，求神咧复兴更多基督徒，因为咧圣经有好清楚，亦都讲到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并且要彼此陷害彼此难过，喺圣经好清楚讲嘅。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站得稳，我们都得胜，就不惧怕，就捉实这些英语了，我们是有福的，为主受的怕。 OK， 我们在这里大家看到呢，就原来八福都有这么多丰富的恩典和神的本性，大家用
個人嘅智慧發揮嘅時候，會更加發揮到我哋仲有